是讲最近赵一军的个性真正变这多，佮较早反转无够。敢讲真正有发生这款代志？今麦我袂来，带什么乱七八糟的物件？真正，佮讲甚物？我去有鬼啊附身，我看吼，伊家己较去有搞附身，一寡搞伫咧电搞。是讲来讲姑娘，连我都感觉你最近怪怪的。敢讲你真正去有鬼附身，你家己唔知影？我若真正去有鬼附身，谁做你看袂出來？连倒是伊迄个麻瓜看出来啊！我听我袂讲啦，阿老毕咧，你毋是要去买？你倒？因为有当时人比鬼还更恐怖啊！重点是心啦，心啦，知无？心啦好，鬼有当时比人还更可爱。啊，心啦歹吼，迄人有当时比鬼还更个人缘了，都跟咱你个拄的话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吼，哦，我真正是，啊，讲人人搞，讲鬼鬼搞啦，别走。我知影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为着食赵丽娟的醋啊对你大细声。啊，这阵啊，我已经有好好反省过啊，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阁对你无礼貌啊。啊，无然哦，拢是先生给你回失的啊，莫阁给生气啊。你不是讲你上听话，莫让我歹做人啦。是啊，我知影你对我的气还袂消，啊，不过你敢会当看在你金顺的份上，那个跟我计较啦，原谅我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看在阮金顺的份上，我就暂时卖跟你计较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你是有心的啦，卖常常变咧气性个，安尼对囡仔敢好？我知啦。都是阿姆的关心。嗯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无代志就好啦。永俊哥，我昨有订迄煲汤，啊，佮有酸菜白肉锅，放伫冰箱，你来摕出来烫者，咱哦会当斗阵食。好，好，好，妈，你就坐者，我来烫好。阿边哪边哪？阿姨敢会晓着啦？自你细汉到大汉，我唔捌互你去要走卡啦，我烫啦。我咧想做尴尬啦，下回你阿爸讲生出来哦，我嘛是爱会听吼。你就先伫买百货公司等我，先卖倒转来，咱去买一束新的中山装，和你试穿会当用。好，我刚才看下你看，赵丽娟，要创啥？找你啊！啊，既然我跟你两个人已经拆破面啊，这是你之前买给我的衫，便宜。你家己买的衫，你袂认的哦。咱搁斗阵去订的呢，而且我会记得你时阵搁讲，这样的衫我穿起来足好看呀。我当然嘛会认的，要唔过我哪早知你是这款人吼？我甘愿把这衫规当垃圾桶，拢变送给你搁较有价值。你讲你会认的，那我问你，啊这样的衫咱是去倒位买？紧讲啊，你是带我去倒位买的啊？今仔就后悔过去，要对你遐尼好，所以甲你有关的记忆哦，我完全拢都抹袂去，我嘛不想要再记啊。
是你放袂记，还是你根本就唔知影这个衫是倒位买？你今仔就烦了呢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我今仔日就要让你恨猪完形。看起来杜维维嘛甲张永俊同款咧怀疑我，未知我若是无承认，伊嘛无我法度。什么恨猪完形啊？你家己是好你家，你莫俩总讲哦，别人甲你同款拢唔是人。你莫甲话讲对白位去啦！你这个无礼貌、无家教，又搁爱撞敌人的女鬼，到底是你倒位走出来的呀？你根本就不是赵丽娟，你想要蝴蝶心肠？你这是对维维嘞，莫名其妙。你刚才这件衫根本就不是赵丽娟买给我的，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讲啥你就信啥。这就能证明讲啊，你不是赵丽娟，你是鬼。我拢你要讲的啦，你才看得鬼的。这张是啥？伊哦，叫做七煞上面符，听讲足厉害哦。啊，若是甲伊搭伫你的身上，一定足趣味的。嗯？你要创啥？我见过你，我袂来。会惊就好，啊，不过你愈惊，就愈表示讲你心内有鬼。我你甲张俊是安怎哈？看到人，你还要讲人是鬼？我看恁两个才是鬼啦！有病来看医生，莫在遐乱垃圾。等你清洗了后，就会当出院啊。多谢你。免客气。杜伟伟，你真正是恶人无胆。你若搁安尼继续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家己害着你家己。玉山，你即摆搁怎啊就无爽快是无？你若变到这样戏剧化，你的分配也是要算起同款的。迄条虎啊，敢真这么厉害？我嘛唔知。啊，不过顶个张宏俊用的时阵，明明就无效啊。我唔知影想到即届发力这么强。那你是安怎？你进来护我的心，安尼敢能把你的原形保掉的？嗯，我即摆无法度，我即摆伤过虚啊，我无法度护你的心。对啊。杜维维的事是要安怎？你刚刚看到我，伊看到你，真有可能啊？是真的。我看伊的眼神，我怀疑伊看到我。唔知是毋是因为我伤过虚弱，还是讲伊为着要对付我，佮有准备甚物法宝？你放心，杜维这个人吼，恶人无胆。伊即马行到远去，等伊精神以后吼，一定甚物代志拢放袂记啊。嗯。啊，对啊。内官，我想起来啊，我刚有送到约好去派公司替伊买衫。啊，可我即马安尼，我无法度去。
丽冠，你来替我陪去好不？唔系啦，等你较好，你也陪去啊。你唔免想遮尼济，明明就无啥。丽冠，你的个性爱改，你应该爱加较活泼、较乐观的啊。安尼才有上道，嘛才会当较亲的，敢唔是？一定是插头啊呢！啊，你有啥物事拢计掂掂？啊，恁两个人哦，是要等到啥物时阵，才发都蹦出火花？上道是不是发现恁两个人有无共的所在？伊是不是无理想？无啊！伊看到的人是你，啊，伊介意的人嘛是你啊！丽冠，你着放心接受，伊的感情就好啊嘛。别去问我啦。我真了解，其实上到家的人是你。我嘛知影，你的个性比我搁较活泼，甲你斗阵，另加搁较趣味。啊，不过我真紧就要离开啊！会当真正陪伴伊一世人的人是你。就算讲是安尼，我嘛袂当骗伊。你无骗伊啊？伊爱的人是赵丽娟，你就是赵丽娟啊。